我今天的妆容让我的手机解不开锁，我在锁上，看能不能解开。你看它解不开。就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真的觉得，是不是每次我化妆解不开手机、啊？我化妆手机不认识，有这么夸张的？算了，放弃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李老师的新剧，我特别像里面的那个狐狸，男狐狸，名字叫，就是扮演的那个角色叫齐峰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角色，很像那个九尾狐，再加上我的这个唇色。你们别看他现在是这个样子，但是上镜会很好看，是那种现在走的是那种，就又是那种烟熏妆，可能他们就是喜欢这种风格吧。今天我们是给凯文·洛拍那个鞋子的照片，他们可能就是喜欢那种，就是那种暗黑颓废一点的感觉。不知道，今天就是当天的齐峰老师，自然成型，还没有定型，我的呆毛派上了用场。16圆，那坐着下车了，回家了，拜拜。